脚抬高，手顶天，用力蹬一下。还有这个双脚深蹲，奋力左右交互跳跃的动作。国泰医院复健治疗师简文仁特地设计了一套与羊年相关的健康操，让民众在过年之余伸展手脚，活动筋骨。你如果说希望多做伸展，我们就可以多做伸展，做绵羊、全身按摩伸展。因为希望能够平衡好一点，你可以三羊蹬阶，用单脚站来一个平衡运动。年假长，许多民众不是熬夜通宵沉溺电视三 C， 就是久坐打牌聊天，无形之中都会对健康造成威胁。放松之余，运动也不可少。